拢总结呾，我较无呾要讲个表示。啊，即六七年来，我较无做啥物代志，大概是这样代志上大，就是讲老年人家己个。所以我那个来做一个段落，我咧想讲，即咱个变做一个叫做土地心态，土地心态。我真侪时间甲精神甲指导，还有家己海个会当自家讲，出来结过人海一家人，时间心情。啊，头前来。趁我冷气的感想，后边啊叫回到上来做一个对历史上看啊，立足前线方面的土地的问题，安全对咱现国来讲，现国上的这是真大件代志，在上面等等因素，但是今仔就是我是不是搞掉来的说？啊，无恁无恁，就叫我去第二遍啦。我讲到不了。但是刚刚，但是刚刚恁都看，我无要去，啊恁要去，啊拢去啊伫公路上，我是讲我直接做出讲袂当出山啦，所以刚刚是安尼，安尼动起来啦，结果煞袂上山，放心来祈祷。在上帝。世间人，特别是今仔日人，伫找厝，伫找好所在，伫买厝；古早人伫找土地，人人拢伫找土地。既然这是人类遐尼大的一个心愿，甲现实，上帝你的旨意绝对含是有关，这是我不知的。就是各一边开始关，伊都拢主要说明。我即阵要来问一个真趣味、真新鲜的问题，请问阿东甲夏娃敢有信上帝？反正就一定有啊，太无。夏娃就歹个，无你是讲无个。阿东甲夏娃。这个第一对的人类，想看卖伊到底卖咧宗教心，还是宗教的行为？你信不信吼？我较早嘛，我想这个问题，做这个这款的研究，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圣经记载第一对的人类阿东甲夏娃，因为上帝亲手创造。佮含上帝到遐近，含上帝做厝边，创世纪第二章记载，迄日天凉气候，上帝伫乐园内面散步，阿东甲阿花听着上帝伫遐行路，踏过树仔了，沙沙叫声，上帝行路听着。伊向上帝做主，伊散步的时候去拄着上帝。恁想看卖，安尼情形，这第一对人类，因迄个时候对上帝有迄款信仰的心，加做高献，你可想看？还是讲问一个更加社会问题，讲阿东甲阿娃敢是犹太教？结果安尼唔肯定。安尼就差不多知影答案啦。因看到上帝，听到上帝，甚至大家不望一到上帝咯。请问，因敢是上帝信？当然，因未有亲像咱即阵即款的礼拜宗教信仰，这是不朽的。
因遐应该不是犹太教，这嘛是，不过至少，应该连什么真粗浅、简单的拜拜啦、礼拜啊，心我甲行为拢无。我个人答案是甲启蒙是讲，所有宗教信仰阿公甲阿爸信仰，以及隆重。这个答案是宗教是发生在上帝跟人彼此真深度的相处和探讨的条件。宗教是发生在上帝跟人彼此真深度相处和探讨的条件。因为高度的宗教经验和理解是发生在一个人甚至是几啊代的人，甚至是长期人类拢做的文明，伊伫长期深度伫吹上一个过程，才发生宗教。这款的过程真困难，会开始伫第一对人类阿东甲夏娃世界。我相信这款宗教的新概念，是连开始，嘛无开始伫阿东甲夏娃。世界里面，因为因无伫找上帝啊，古代一切的人的亚华宗教是安怎起源？历史上的科学甲探讨有相当的难度，较关键的是发生啊约翰的时代。阿伯拉罕这块，这个种族原来是用来转战的，到九十九年，也搁无惊，无是甚物拢。阿伯拉罕的这块生命是已经进入到那些，进入到灭种灭亡。阿伯罕必须做尽深度的经济探讨，这正是就是一个真正重要会开始必要因素。在遐个古的时代，迄时真普遍，迄时真普遍，大小王、大小种族拢有家己种。一般，迄拢是各邦各种族因家己的守护神、守护神、patron god。迄个族哪强大，因迄个族的守护神就哪旺、哪强、哪大。不过阿伯拉罕因这个因为衰亡的一族，天然因的守护神。也是无偌伟大。有关阿伯拉罕一生最重要所在，连到新约时代，保罗一再提起引用，当作是一切信仰最模范的反对性的基本，就是拄啊，可能这个人创世纪十二章讲，有上帝对阿伯拉罕讲。你要离开本地本族，你老爸家，我所指示你的地区。好，上帝出声讲，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你老爸家，我所指示你的地区。而且，所上帝要指示阿伯拉罕的地，是去指示你的，这确定了两个问题。咱大事要来讲起，是安怎？上帝叫阿伯拉罕就离开伊个本地本族，一个还是指上帝？创世纪十二章，这个只是引用讲上帝，阿伯拉罕只是讲你要离开，
本地本土，起我只是个利器。啊，圣经亲自主解讲，啊，不然我唔知我去倒度听上帝命，哎，一面出的是，都对上帝下去。咱话你讲，咱拢不敢，是个希望。上帝讲叫出本地是啥物地？叫起迄个地是啥物地？要我是对上帝对阿伯拉罕讲，你得离开本地本族，你老爸老爸家。所以要我去讲，所以要我去讲，我要让你吃好大国，搁树大福你。上帝对伊本身的守护神，对伊所守护来讲。要赐福予你，要予你吃做大房大作，予你富足，予你幸福，这无什么通会了无？这无什么通奇怪啊？迄个时代，大家家己的守护神，拢嘛讲要保护你，要予你旺，予你大，但是，所以介一人看一过讲，我要予你吃做大作，予你吃做富足，或者。是讲天爷是我害的，我感觉这无啥，这可能迄个是是无是大事，拢嘛家己的人安尼讲，噶无影。我是不是安尼？所以讲话哦，阿伯拉罕做大国大作，这无啥物特别的意思。较特别的是煞，搁有一句话讲，地上满足，要因为你得到福气。我们听起来是无奇怪，真容易接受。一堆大话讲地球满足，要为着你得到福气，你家己的心何事？会甲你讲地球的满足，拢会为着你得到福气。连到新约的时代，伫罗马人书、伫希伯来书，拢将这句话当作是后来罗马兴起是真正信仰。最晚房地产到爆发的，讲地上满足会容易得到福气。所以罗马四章十七节保罗说：“上帝和阿伯拉罕做真正国的老爸，多国之父，是因为对上帝无条件信心 ，hope in no hope。第无买是要过五嘛？”这根本是生命拆除宗教方法做决定的大法门，符合一切宗教真正发展的真理。用安尼保罗看，以这要件看阿伯拉罕是信仰的现状，安尼信仰后来成做地民万国万族信仰之本啊。保罗是安说，讲阿伯拉罕这信仰。将来这些民族还能会发展这个信仰，就是好因罗好。这是阿伯罕，这是上帝的阿伯罕，这句话讲了一千五百年以后，保罗做何世信仰家，回头看去一千五百年前的代志，保罗看出了这个代志伊的心概，他的心境。新主改，我理比较快的。等下国丈的 BC 一千五百人，他用过三朝的事。阿伯拉罕听的这句话是阿伯拉罕有办法明白。我想阿伯拉罕无法度明白。我跟你讲，你明白。第一个是阿伯拉罕带一万小族四个。到处拢是工作，要甲伊去。伊心内是，我的手无钱，帮助我，甲大族拢灭掉。虽然地上万族万民，要因为你这个福气这句话，我全部是阿伯罕听，不是上帝来讲。对啊，可以。
相信这是真真正正上帝对阿伯拉罕真大应教的发誓。其中我十分坚信是真正信仰的基础，是对阿伯拉罕开始，就是因为伫遐早、伫遐古基础、遐个早期时代，迄个时的宗教信念，迄个时达宗族的生活性，拢嘛是一用来杀死对方、打败对方。最大最厉害最后的武器，那个是生活习惯，是护身，是任何一种种到位位，把对方灭掉，拢是厉害的事，你来把对方灭掉。太有这个生活习惯。太做一个宗教的生活习，标化做一个宗派的生活习标化，不是要灭掉满足，反而是要祝福地球的满足。因为反对我所在所有高文明的时代的生活习，真正的古代一切的宗教，必然是对阿伯拉罕开始，因为只有真正的宗教，在遐尼早、遐尼小的开始时，会对全人类有遐尼大的 mission 使命感。所以，真正的宗教可能对阿伯拉罕开始。到这好奇的是，到保罗时代，保罗嘛是抓着这点大大片段犹太教的歪错，所以保罗定心引用阿伯拉罕，定心发动对全世界万邦外邦的使命，都是道德的框架。基督教和我遐是，就是我实在看出来，上帝对全人类的拯救是相当完整。一旦真正知影上帝要拯救全世界，安尼我才相信会拯救我。这阵咱也回头来看有关老年革命的加兰地的代志。今仔这边讲的是 pose 是老年革命其中的环节篇。老年革命的关键应该是跟摩西、跟约书亚有关的东西。出来的过红海，进迦南地，这应该是摩西、跟约书亚的，还没有关。希望今仔日不只拢是讲阿伯拉罕，迄个老年革命的关键和阿伯拉罕有关的。都啊，不哩在咱当中不当呀，当有关的，这是正正和阿伯拉罕有关的，因为阿伯拉罕怕算是头一个迄个民族脚踏入迦南地啦，比摩西、约书亚等等的人早超过了100年，阿伯拉罕有万几贵家。所以，不论在哪一块，圣经哪一讲，咱看阿伯拉罕这个状态，前刷的文章，阿伯拉罕家的老爸叫做哈拉，本来因伊没说过他密啊，游牧，刷来刷去，因就想要因爹家，就想要刷去这个肥沙夜晚。会相当的，那个啊，本来就安尼叫。
因爸仔仔本来有目标哦，要游牧到迄个海底，不过哪行哪散，哪游牧随水走，几年久，老爸煞伫路中死了，煞死了。啊，即个阿伯仔甲伊老爸甲因公仔做，本来拢住泥城。汉民的乌尔，印尼的尤巴，乌尔的对乌尔的那里的伊拉克，还是小到当阿克的伊拉克，阿克的两个人，马上都叫到乌尔，所以阿伯拉罕盖的恐怕说不能断了。对过，人家老爸他那更加的地气，结果老爸他那死半个的一个所在，叫做黑暗。圣经创世纪十二章有记载，阿伯拉罕人全种族人甲众生都铁盾黑暗。老爸无意料死的。半路死的黑暗所在，做囝阿伯拉罕可能就放弃了继续行的念头啊。放弃了家的目标，就是安尼时候，我上帝出声叫阿伯拉罕必须勇敢继续，叫伊出本地，就是恁老爸生的地。我所谓支持伊的所在，就是家乡地。结果阿伯拉罕听上帝声音，全种族人甲众生，以阿伯拉罕的带领来临，拢总到了迦南地，伊已经去到迦南地。后来遐拄着饥荒，又搁拄着饥荒啦。阿伯拉罕的迦南地多命去埃及呢，唔但多命去埃及呢。各行埃及的王法老吼，来回两三下。后来阿伯罕埃及吼，都未好势，伊就出埃及来咧，佮倒去迦南地咧，啊，伊嘛是迦南地啊。从这二十三章记载，后来阿伯罕啊，伊老爸。为所以家在路中老未死，伊外边上面叫伊啊去家，家在这个边到家去，爱去无事都做这个家。伊敢那无过话安排的，出来拢弄了。哎，去做这个家事，而且阿伯拉罕人大好，杀死，圣经记载，伊对家的，没。要一个皇帝做唔好，就无法度，因为是来来去去出外人。后来含遐个在地人叫做黑人残上，啊，就用买一个土地来做伊的太太。这代志你难听，一个人真富有事实就是，早伫摩西约书亚因进前五六百年，阿伯拉罕这因先祖已经三进三出迦南的埃及。咁唔样，即想做让我去入去，所以因非常知影，迦南地是我离开，因的这些做法把你就三进三出的埃及迦南地这个三角地带，所以因非常知影迦南地是我好以前马不底下有气的下子。春爱怕一家人老人甲伊个地，绝对不是我世界个事啊！凭空想出来，也过年是个阿伯喊我的话就开始，断断续续我的半年宴会，时机是到我世界个事啊时，才带伊才继续以古早做工个主任的嘛，一波一波将实现。所以上帝应允我阿伯拉罕迄个土地。
经过600才兑现。老人家给的地，什么叫做 promise land？ 就是一支愿望和阿伯拉罕。上帝为何一切一个最坏物件，为什么无从干脆的？为什么用 promise 用愿望的用亏支票的？我亏阿伯拉罕支票，我是一个真登记的支票。咱家支票，也是咱支票老父母念的。买，各位啊，啊，半年，我这几个亏了吧？亏钱等于几个？上帝心中，何人要做万事又无什么情愿何意？想起来嘛，那这样的事情啊，是就足够。来每一辈上帝，那么何什么人、什么物件，迄个形式，拢是含伊要何一些的人，老人家迄个地方真艰苦，拢是用 promise 用愿望要何伊。对人类对你我这边来讲，上帝的愿望要何人的物件，加上讲得未到，真困难得到。一些人对上帝得到的是地土地一个上土的。骨卡差，伊只骨卡差，我甲你讲，不离啊！叶问和阿伯拉罕，500年以后才好听。啊，伊入天的土地呢，500年了，就不是。待500年才好话，现在嘛，我到好久嘞。入去500年，伊就 lost。伫美西580，有咩580？伊是伊真做个南国犹太的少年，伊入去加拿大，阿然后慢慢建立国家，阿然后年做两个法国兄弟，其他各边580，做伫美西580。这个意思来做，不脱不落是不脱的个梦。梦到电视，梦到1948，吼，做单啦，跟咱这点是做单啦，因为拢唔记是1948，诶，共同来台湾。因梦过梦到1948年，意思来讲复国建国，所以意思来建国老古，很多我就讲你讲美国，那怎么？这样拢做到人会用心，拢会记诶，会记诶。以色列家己好过好过偌久，拢含咱有一道同款，安产个只，也真好。所以用这个宏观的角度来讲，甲你讲拢600年才好，互你了，不互你过600年啊，煞了亡国人情。所以用宏观的角度来看，以色列这个上帝方面，土地、时间是固定的，地啊，伊的真实性、伊里啊，伊是固定的、固定的空气啊，真空气啊。啊，你望在即马来讲，你望在伊个落雨，大圣咱必须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应允我们？甘咪拢无遐容易死，啊，佫会无死。这个土地是他是大土地，安装的这个土地，安装的以前的土地，安装的是另外的土地。这拢是因为上帝因为甲伊的时间，现在上帝因为遐佫容易。那你上帝 promise， 看这个代志 fulfillment， 你上帝的运气，甲实现的中间，看大着这个中间，看大着一个人，是去整个民族，整个人类，伊人生就每日提高甲成长，伊中间有这个关键，过程困难，甲无容易有切，伊的结果，抵抗上帝。Promise 甲伊个 fulfill 中间，因为同时一条真卡。
定一定的一生，永远都不是。因为上帝 promise 甲上帝的 promise 现在中间看到的是人啊，这个民族进入人类的人生的提高甲成长，这样的代志，这样中间这样代志，是一个真歹唔切的结果的。结果和上帝的 promise 甲 fulfillment 中间。因为都是一条被确定、设定的一生，在英文甲神的中间，是发掘真理课堂过程。在英文甲和平的中间是重要，因为上帝不和人类的，不然人是什么大世界，是地上的土地。上帝不和咱的，无论是什么高物，一定有一个名称叫做真理。那是安尼，一直上帝不和咱，的确不是上帝困难克服咱，乃是咱困难去把。安尼上当到来说明了，以色列民族这个 promise land 这个土地，伊的真实性是何等的强。其实，一切上帝应允不和咱的好命，大概拢嘛是这款历史的经验。最实在的就是上帝应允不和咱，这个生命啊，咱得着是变成是安尼地狱遐个坎坷，有无？有无？圣经内面有一本上当伟大的书，叫做《圣经》。生命记就是今仔，可能这个单元刷下来。生命记的英文叫 Deuteronomy，Deuteronomy 含 Deuteronomy 二重奏是讲出来，意思就是讲，搁一遍，搁第二遍，重复一遍，重申一次，这叫做生命记 Deuteronomy。表明这是典型搁一遍，重申上帝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以色列民族攻击迦南，后领到这个，后来也建国，到大卫甲所罗门是有真短的盛世，然后国家不顾分裂，做北国以色列甲南国，细甲亲像恁其他遐是都不分做两国啊。啊，北国咧无顾都阿西咧。阿是帝国灭掉，南国和巴比伦帝国灭掉。所以到了844，因这边完全民族进行他一百年，因这边灭国他一百年，就真侪有心的宗教家开始看到以色列民族也对衰败的逻辑，很简单。啊，这有心的宗教家。叫做生命之学派，生命之学派。在宗教学者，因就定性诠释因做工的历史，将因做工的历史对摩西要求八经的再来重新再解释一次，是为唤起因一系列人的作文呢？主以最重要的代表作，就是叫做。其实是靠用遐科技的作品生命之，以色列全民族安怎出来的？安怎过下来？安怎就加的？这一连串重大的事件，合起来的重大意义是靠生命的行为，来定性、来作用的、来主宰的。生命之内面至少两部分，差不多全地球。跟头前为三分之一的点拢捌听过，头头玻璃个人听，我阿弟有听过，你敢是有听到一个伊就真心真诚真力听你个上，你有听一句无？啊，你个个听到啥物话？讲人话嘞，毋是干那我靠饼，毋是我在食物，是靠上帝所做拢做无，你有听一句无？所以生命之内，并不能顾未透全地球的人，一点拢听。生命之学派，这两句话
是乎后来耶稣弥赛亚救主耶稣的应用，结果全人类人差不多拢知，啊，咱这培养教会搁较厉害，大家来拢个念，头拄啊嘛只念。这不是耶稣的话，是耶稣应许的话，啊，是毋是去讲出来对人开去讲？所以对神圣的人类的救世主耶稣看出去，伊看到什么？伊看到什么？耶稣做一个救世主，伊最大的价值观是什么？伟人看到伊，也伟人不得了啊！人类的救主耶稣，上帝圣洁，伊看到什么？第一，伊看到出来，出来就过人海就干了。这个事情是人类历史中最大的事。第二，伊看到这个事件的意义到表现。第一，耶稣因生命父的话讲，人活着不是干那靠食物，食物解决，包括红米粒，食物一定包括你。甲咪命，所以耶稣应许的话，讲人活着，唔是我靠食物，意思就是讲，唔是我靠念甲咪，意思讲唔是我靠老念甲咪食的。伫新约的航海，甲耶稣眼中，老念甲咪的第一意义的要紧是大大降低，大大降低。所以跟耶稣应许的。哎，我讲人活着，不是我靠奖励，这个话就是讲人活着，不是我靠念教的，人活着不是我靠老人家的努力，安尼的意思。因为人活着是我靠奖励，当然我靠念教的。救主耶稣一针见血点出来，上帝应允的百姓先做阿伯罕，只是为去。不是你找食，由我找烟、找蜜、找土地，上帝只是的是找真理，就是不是。这物是上帝说出一切话，是上帝所 express 出来的动力，就是真理。所以耶稣话出来的，老人家比这个土地重要是多么坚强，表明了上帝各自的表达，上帝哪么好认为最好。最好的人在龙感到自己就是真理就是哇你是我个家里是我个人家里是我个老人家说的是像你像你说的说的说的真理是明记那就第三章你的真心真心真来去听听什么有一个地方全地球顶面有半物件，大家来用真心、真诚、真来去听。啊，是另外一个地方讲，这个世界自从唔捌 satisfy 过任何一个人，真不会用到。你着真心、真诚、真意去听，听啥？敢是听老人家的迄个口音，还是听白？土地你们来听，不是我们听台湾的土地，你是不是听台湾土地？该注重环保，卖给投入都卖给污染，然后卖不给开发，安尼是听台湾的土地个，嘛是啦，真不好面。听土地，听那个土地是何等容易变作空话，空空的。不是叫你袂当去听那个老人家的土地，嘛不是叫你袂当去听
是你爱将迄个土地，迄、那个土地看作神圣，将迄个土地做神圣，就真心真诚真力，正神圣的上帝，迄份真道的正来正迄个土地，将迄个土地变作神圣，欢喜尽愿追求甘心，当作追做最欢喜一个牺牲。简单来讲，就是爱听迄个土地亲像听上帝。就是爱听迄个老人甲迄个土地亲像听上帝，就是爱听太平洋迄个土地亲像听上帝。信仰的世界。我讲有真心真诚真爱，听迄个土地真像听上帝，听上帝叫做聆听上帝，迄个土地，看迄个土地所有心情，是我会当牺牲付出，我最大的欢喜，甲我所有价值是了。你若想到这下事，你就知影讲我靠安尼听迄个土地。你若想到这下事，你就知了偌济人安尼去听迄个土地。你若想到这下事，你就知影为什么台湾渐渐离开咱。你若想到这下事，你就知。那片土地为什么咱准备失去？因为咱无遐听伊。但是来记得，所以上帝，我们真正知影，原来的土地。如果属于阮，乃是阮一日的属地土地。当然，阮应该听的土地，亲像听家己，亲像听属地的。阮哩安尼开始收的啦，伊都往出来收。来祈祷，亲爱上帝，恳求你听阮心内的祈祷，求你予阮确实知影，阮袂永远住伫甚物土地顶面，阮必然爱住伫你内面，阮拢是对台湾来。徛伫台湾的土地落雨来大旱，淋台湾的水将台湾的米，但是渐渐，遐水遐米即款影响也无遐大。过来，毋茫阮的生活内面是确地对上帝真理，不上帝理来指导的。阮的少年伫台湾，遐个食台湾水、台湾米。阮的心用淡水的淡米来饲也无够，毋茫说看到了三万一千的人，因是互上帝来饲大的，这是希望，都互主耶稣名。